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，今天斗争特工早上在测试服上更新了一个新英雄，叫做哈姆太郎哦。哎，不对，叫做火爆钢球。好，那我今天在整个早上我都在玩这个哈姆太郎哦，在训练场。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一个技能哦，所有的技能我简单介绍一下。好，那首先呢是左键。左键是很类似像欧瑞莎的一个机关枪哦，很类似欧瑞莎的机关枪哦，这声音非常的有感觉哦，非常的带劲，非常的好玩哦。好，那这是左键的部分哦，就是它的主要武器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按右键呢，或是 Shift， 就会变成一颗球球，就变成一颗球球。那这颗球呢，在普通的情况下，哎，普通的滚动下是不会造成伤害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在球球情况下呢，按住右键，哦，就会喷出一个类似夺命女的一个爪钩哦。那这个爪钩呢，只要右键你不要放开啊，这个爪钩就不会断掉哦，就不会断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勾住这个爪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荡过去。哦，这样荡过去呢，就会有一个加速度哦，就会变成一个小火球，可以把敌人撞飞，并且给他一点伤害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变成球球的时候，哎，勾住，放开，哇，我们就可以这样荡过来哦，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远哦，哦，非常的好玩哦。好，比如说我们撞他，哇，我们把那个机器人给他撞下去，哦。哇吼，太猛了，把机器人给撞下去。那我们在球球的形态下呢，我们只要按下 shoot 哦，或是左键哦，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变回这个原本的形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介绍另一个技能，叫做垂直打桩机哦。垂直打桩机，垂直打桩机呢，就是你在这个球球的形态之下，你在一个一定的高度啊，高度大概就是比跳跃还要高的一个高度情况下，你按住左边的一个 Ctrl， 哦，它就可以发动这个技能的垂直打桩机哦。我用给大家看，比如说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用它发动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哦，像打桩机啊，就像它技能名字，就像打桩机，给它打下来，震下来。非常的有感觉哦。那我们可以配这个飞上去，我们配这个爪钩啊，飞上去，然后，等，我按到 shoot， 好，再一次哦，飞上去，然后按住，砰，哇哦，就像一个陨石突然撞下来，应该说像那个毁灭拳王哦，毁灭拳王的一个大招哦，突然撞下来哦，非常的好玩哦，上去下来，砰，然后赶快，给他打开一个机枪模式哦。那我们飞上去的时候呢，哇，非常的好玩哦。那我们飞上去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在空中的时候就变回机枪的模式。这机枪的模式呢？啊，我赞成它机枪模式啊，反正就是原本的形态，随时都可以变回来机枪的模式哦，非常的好玩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它另一个技能哦，另一个技能就是一哦，就是叫做自动调整型护盾哦，最右边这个自动调整型护盾。那这个护盾是怎么样呢？哦，你身边的敌人越多的时候，你再按下去那个护盾，那他你的护盾给你的护盾值就会比较多一点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血量600嘛，那右边不是一个护盾值的一个球球吗？好，那比如说你看哦，我们只要接近敌人，哎，敌人在我们附近就会有一个一哦，那离开的话就会零嘛。反正这里就会显示周围有几个敌人嘛，比如说你看一个。哦，然后两个哦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呢？我们在没有敌人的时候呢，我们按住一哦，现在没有敌人，按住一，我们就会有大概6秒钟的一个护盾值哦，加了100哦，我们原本600血嘛，现在变成700哦，等于说加了100。
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是加100，那么在有一个敌人的情况下呢，就会变成800，等于说每多一个敌人就会多100哦，以此类推啦。好，那比如说这边有三个嘛，这边有三个，好，刚刚显示三个哦，三个哦，三个按下去，变成1000，天哪、啊，在会战的时候1000血的一个大坦克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不得了，非常的不得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他的另一个技能哦，他的大招。太帅了吧！好，我们现在介绍另一个技能，就是大绝招——地雷阵。地雷阵，我们接下来介绍地雷阵。地雷阵呢，就是你按住 Q 哦，当然大招都按 Q 了，按住地雷阵，就会产生这些。哇哦！这个伤害很高，这个伤害很高，这个地雷阵伤害很高。它一发一个爆炸的一个伤害大概是130吧，130左右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掉。这个对战应该这个非常大的伤杀力耶。我们想嘛，第一把的自爆你放出来，大家敌人都知道会躲。那这个地雷可能就很难躲了哦。你这个地雷一按下去，那个地雷是直接产生出来的，那敌人也很难躲哦。好，比如说前面在会战嘛，我想刚刚想出一个小 combo， 比如说敌人前面在会战，我这样荡过去，然后躺过，然后马上按地雷。然后马，然后再马上按住一，马上按住一，然后又有一大堆的血量，然后又有这个输出，而且这地雷伤害又高，哦、天哪，这个角色太强了啦，而且又太好玩了，天哪，这个角色真的太好玩了，哦，这个高血量又有。高护盾局，然后你到会战嘛，然后你又可以靠这个球球逃开，你在危险的地方也可以靠球球逃开冠军闯。哦，这个哈姆太郎真的是太有趣了，真的太有趣太好玩了。好，来。那这地雷呢，是你在机关枪的情况下，或是你在球球的情况下都可以按哦。哇，这个你知道闯不到后排。我想这一颗球球，比如说球球嘛，你勾过去，勾到敌人的后排，闯入敌人的后排当中，然后马上按这个地雷，然后队友再赶快跟上来。哦，那这个地雷的伤害，这个脆皮几乎就很快就秒杀掉了。哦，这个角色真的是太好玩了，太好玩，太有趣了。那不知道暴雪会之后会给他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呢？我觉得可能会给他改落吧。不知道。好，那这一部影片呢，差不多就介绍到这边啦。好，这个哈姆太郎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够注意哦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是魔王光。